今日咧会为大家介绍 the twist 嘅动作啦，咁主要咧会训练到我哋腰侧啦同埋腹部位置嘅。首先咧，我哋会由 side plank 开始。我而家左手咧要啱啱喺膊头下边，留意你觉得咧将个人推远你张脊嘅，上脚咧喺前边啦，双脚蹬直 ，ankle 咧系唔会掂到地下，升高上手，尽量将我哋嘅手向上 reach 啦，令到我哋腹外侧边嘅位置会出力，吸气啦，呼气咧。会转身，然后吸气再上翻嚟，呼气扭动再转身，然后再上翻嚟。每一次做动作嘅时候咧，我哋会 focus 喺腹侧边呢啲肌肉。做完之后咧，记得做埋另外一边。